叫郭师傅咯，十四号啊嘛，个个都叫我十四哥噶啦。我入行嗰后咧就1956年，出海咧1960年，1960年暑假嘅时间咧，学校就安排咗我去泰国嗰度做咗7个月。点知当时有买会嘅制度，我俾人买咗个位啦。咁跟住翻嚟咧，欧Sir再介绍我去亚细亚嗰度做，一路做到咧，大约系69年年尾到啦。咁跟住我入行嗰度做啦。咁入行嗰度做咧，主要个职位咧都系喺体育部嗰度做嘢，同埋兼咧社监第六家嗰度。咁一路做咧，大约我做到系2001年嗰时间啦，大约30年到啦，我就退休啦。其实喺70年代嗰时间咧，我入去教咧，好开心真。当时好多同学，自己嘅同学一齐喺度教，而且学生又多，每个宿舍都住满72人，你数数500多人噶，几鼎盛。嚟咗初学嚟教咧，我真系乜都唔识嘅。我好衷心多谢胡国渠先生同埋钟聪先生佢嘅教导同埋佢嘅协助，至可以令到我今日延续呢30年嘅教育生涯。嗱，讲翻转头啊，我哋座山嗰段时间啦。我真係發覺歐Sir對我哋好好，好似我哋細路仔天冷嗰陣時，又冇水沖涼啦，冇熱水，咁佢會揾啲大人咧、大童咧，就同我哋沖涼喎。嗱，好似有病有痛咧，佢半夜幫你身煲粥啊，咩成功嚟食。夜晚凍嘅又同我哋冚被，我真係當個老豆咁嚟。當我入行喺度做同歐Sir同事嗰陣時間咧，我仲發覺咗一點，佢唔淨止對我哋在職嘅教员学个旧同学同埋现任嘅学生，都系无微不至，事事关怀。我感觉到欧Sir呢几十年来嘅教育方式，我认为使到所有嘅长仔都永远感受到佢嘅恩惠。讲开喺航海学校教咗呢20多年，我最有成就感嘅咧就系请人啦，真噶。每次三良去考，三良 pass 仲劲喎，我能够攞到英联邦嘅总冠军噶，唔少嘢噶。我系陈北坤，No.84，1954年入赤行，1957年出海，1956年嗰年咧。我係被挑選到啦，當然係啦，叻先得噶。咁啊，代表海童軍第七旅參加全香港童軍嘅游泳比賽，總共8個人分兩組，我哋8個人好努力，都攞到冠軍。呢次咧冠軍咧成績咁好咧，都係阿馬生咧協調啊，同對面都豪宅。咁啊，借個泳池俾我學轉身，我哋學轉身嘅，因為我哋喺海灘游水咧就唔識轉身嘅，咁咧都好有幫助。對於我哋呢次個成績咁好，好開心，過去開心，對手好強嘅。我下嗰2年咧非常之開心，我可以一個人咧瞓喺張牀，屋企冇咁好嘅，有人煮俾我食，我有書讀，有得玩，未試過咁開心嘅。我對兩個印象咧，我唔係擦鞋啊，真係幾好噶。佢有時我做錯咗啲嘢咧，佢真係原諒我嘅。點樣原諒法啦？佢當然打啦，當然罰啦。但係佢知道我係好快，佢好俾機會我。至到我出嚟做嘢都好啦，佢都睇住我噶。唔止我一個，對任何同學都係咁噶，唔係擦鞋，真係再講一次都唔怕。1957年咧，华联影业公司咧为咗筹备拍呢个《人海孤鸿》，曾经多次咧嚟航海学校咧揾过欧老师商量嘅。咁啊，欧老师咧亦都曾经带过我同吴楚凡先生到呢个半岛酒店嗰度饮茶嚟商量呢啲事嘅。喺《人海孤鸿》里头，我最深刻嘅印象就系。在日头拍的夜景，学校派了100多个同学去中坎角揸住火把来找李小龙，因为当时李小龙就是偷走了出去的。
估唔到當時十幾歲嘅李小龍，後來咧係演變成為一個國際天王巨星。自此之後咧，呢、這個華聯影業公司咧就經常借嗰啲有教育意義嘅電影俾我哋同學睇嘅。呢張咧係國界捐款嘅收條，唔該你放起嘅，相當可觀喎、啊、你代表學校多謝佢哋啦，冇乜事啦。何師啊，呢、這個細佬哥係咪新收嘅？係、蝦仔，係啊。我哋學校經費已經咁困難啦，咁你仲收埋咁多同學，咁我哋啲經費點搞咧？不過咁樣，呢、這個細蚊仔嘅身世好可憐嘅，佢最近又冇咗父親，佢阿媽又要同人打工，又冇人理佢。设法子收埋佢啦，同佢编一个床位咧，跟住你先。唔係你個同黨勾關我自己，我當堂拉到你。喂，好笑啦！拉到就你手快，拉唔到我腳快啊！老襯關緊。我梗係唔俾佢知噶嘛，老襯。係你阿嫂。喂，我都唔記得問你添，你姓咩噶？哦，我姓。哇！咁你成日盤我，咁系咪想起我自用啫？唔系，你唔好誤會，你坐低。咪喐手腳。无非因为同情你哋，爱护你哋，好似当得你哋系我哋嘅亲生仔女一样。无非想教育你哋成为将来一个有用嘅人才，能够好好地为社会服务啫。哦，俾先生闹咯！嘈咩啊，死靓仔！喂，我打佢你。唔好啊！做咩事啊？佢有冇跟亲人啊？冇。